笑，大仙不闹，么么哒。我们直接这个往对抗路刷，大陆难抓，马可一般不好抓。这现吃不吃呢？算了，不吃了，免他心态爆炸了，压力很大呀。直接霸气，哟，我的！哎呀，我不知道他要锁大招呀。哎，我想着他要大我，我就直接我用大招霸体扛过去。乐把我吼到了，这一次没问题了吧？可恶啊！哎呦，乖乖！哎，真的痛！哎呦，吓死我了，司空震站在隔壁发呆了呀。